岛津沧桑地宽民，历经忧患亦温和。啊，一个人要做到吼，会让人宽民啊，甲温和，是无非常的无简单。最近就是这种人。我八岁就无老母，阮老母就亡先啊，乞口转来无饭好食，拢阮职工咧甲咱帮人。咱较早细汉互帮助，啊，咱有咧能力啊，吼，咱都来帮助别人，回馈一个社会。啊，当我做兵转来时阵，我若咧伫咧做工课，我就听上人开始讲，毋是干那个有钱才来做好事。我就去家扶中心去领养一个囡仔，到尾啊领养到六个，我就对面开始立，我对面已经立三十多年啊。甲问上人，到底咧好好给予咱做？啊！我少年去领地来的时阵，开车来载环保，载回收。你要载位？我要载回收。师兄，哎呦，真久无看到你啊呢！啊，你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有啦，皆总好啊！赞赞赞赞！大家福气。好好好，感恩啦，感恩啦，谢谢。当我艰苦的时阵，一定主地人来甲关怀，咱基金会甲斗帮助，咱。金字塔有创长照，予咱听去照顾老人，陪伴老人做一挂欢乐。当我有闲的时阵，就是只厝的写证书仪甲人结缘。我若写到无法当写时，我搭起见证卡嘛办好啊。做大体老师是我最后的愿望。